就是这首歌，直白的歌词，意外讨论度超高。这么 care 胸肌的部分，16号周杰伦出席公益活动，当面回应啦。在意胸，当然啦、啊。就是现在还很厉害吗？胸肌？现在开始要慢慢的练回来了。因为当我这个歌词一写出，大家都想看，就想看，是不是？对，想看。现在还没有吗？现在正在茁壮当中。而面对酸民的攻击，一向我行我素的杰伦也难得在网络上轻松回应，更幽默表示不爱我就拉倒。想说歌啊，都要面对这些也是18年了，对对对，所以每次只要出一些新歌，就会有一些你知道有的没有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回应的话就是太多了。我觉得轻松一下是幽默一下。不过这次 MV 的男主角周杰伦找来自己的健身教练，也不禁让歌迷们敲碗，到底何时才能再盼到杰伦自己下海演出？变成了人夫之后啊，就稍微收敛了许多。对对对，不然大家以前看我的 MV， 其实还蛮放得开的。对。好，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再过几次 MV 看看吧，因为我觉得当导演感觉比当演员好。对，原因是这样的。那就期待杰伦之后的 MV 能自导自演喽。天下娱乐台湾报道。